现在你要许第二个愿望了吗？请你让我更有钱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工作了。这真是太棒了，我可以用这些钱买下所有刘德华的东西了。虽然不能拥有欧阳跟刘德华了，但是我能留在手机里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挺好的。我会把十二分善意永远传递下去的。喂，好，我现在回家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啊，也太不实际了吧，还是赶回家吧。嗨，我是默默，我能帮你实现三个愿望。